で。男女夫妻情侣的瑜伽不是一般我们一个人做的瑜伽，某程度他的那种亲密的感觉真是好像两个人一定要紧紧的扣着一起。 And action。将自己交给我啦，几时交给你嘅咧？哎呀！对唔住，带咗起身以后咧，咁样捋只手，就咁样揸落，咁样就算啦。因为他们说那些瑜伽是培养夫妻情侣的感情，因为必须要两个人一起做的，因为那些印度瑜伽是很讲究什么淋浴。系咁样嘅构成。这个好漂亮。